Hello， 大家好，我是弯琪，很高兴可以通过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以下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请学姐学长们指教。以上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比较特殊的舞蹈伙伴，那就是我的短发。因为之前一次作品的需要，我变成比较帅气酷飒的形象，虽然好像并不酷飒并不帅气，但是我很喜欢我的短发。接下来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的入社 flag， 那就是挑战一种新的风格，或者是尝试一种新的舞种，并且回去以后成为名副其实的舞担，拉钩盖章。我是弯琪，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希望能在这里和学姐学长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蜗牛吴静怡，很高兴通过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以下呢是我的才艺展示，请学长学姐们多多指教。这个地桌是有点太滑了。以上呢就是我的才艺展示，顺利进入舞社呢离不开陪我练舞的朋友们。接下来我就要为大家介绍我的朋友，噔噔，他的名字叫做好事发生。我就希望他能够一直陪伴我，然后陪我顺利的在舞社里结交更多的朋友也好，或者是顺利健康的跳舞也好，它是一个好的寓意吧，所以就把它带在身边。接下来呢，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的入社 flag， 就是希望在舞社这段时间呢能够学习到不同的舞种，然后顺便减它个五六七八斤。拉钩盖章。我是吴静怡，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也希望今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洛涵，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接下来呢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请学姐学长们多多指教。以上呢是我的才艺展示，顺利进入舞社呢少不了一位我的好朋友，就是这个耳环。因为呢平时我跳舞都是有一点点的没有自信，觉得自己不够酷不够帅，然后有点畏畏缩缩的。自从我戴了它之后呢，就是觉得自己像一个跳舞很好的拽姐，而且呢它还显得脸很小，所以呢这个耳环是我跳舞之路必不可缺的一个物品。接下来呢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的入社 flag， 希望我可以在了不起舞社成为一名 viking 大师。我是吴洛涵，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希望可以和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拜拜。大家好，我是伍思，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以下是我的才艺展示，请学长学姐们指教。以上是我的才艺展示，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在我练舞的日子里一直陪伴我的好朋友，就是他。这顶帽子呢陪伴了我无数个日日夜夜，陪伴了我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练舞的日子，也是我带着它第一次拿到了我人生当中第一个个人冠军的帽子，所以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也是我练舞的好朋友。接下来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的入社 flag， 因为我自己是跳 popping 的，所以我会希望说在了不起舞社里面尝试更多种的舞蹈风格，那么请大家跟我一起拉钩盖个章。我是伍思，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希望今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恩，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以下是我的才艺展示，请学长学姐们指教。好，我的那个才艺展示就是我给大家跳一段女鬼舞，好吧？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他见证了我的荣耀和汗水。好，后期老师帮我披上Triple S， 大家就会用一条毛巾来表示啊，你顺利通过了考核。然后确实进入 Triple S 是我的一个人生节点，就是它开启了我职业舞者生涯的一个节点吧。如果不是因为这条毛巾，我可能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所以说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它是我一个不可缺少的朋友。接下来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的 flag。我的 flag 就是做一个了不起的舞台，了不起的编舞，yeah， 那我们就拉个钩，告一个章吧。我是肖恩，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希望以后能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拜拜。Hello， 大家好，我叫杨诗雨，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以下是我的才艺展示，请各位学长学姐们多多指教。以上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顺利进入舞社离不开陪我练舞的朋友们。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朋友，就是这双拉丁舞鞋。因为我专业学习拉丁舞也有10年的时间了，它陪伴我走过了全世界的舞台、赛场和练功房。很希望在接下来的舞社能够跟我的这位朋友一起完成一个舞台。接下来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的入社 flag。在舞社中，我想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尝试更多的街舞舞种，不光做一名最会跳街舞的拉丁舞者，而是成为一名真正的街舞舞者。我是杨诗雨，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希望今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杨亚杰，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以下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请学长学姐们指教。好，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下我的拿手绝活倒车入库。来，先开门进来坐，调一下安全带。OK， 好，要先照一下镜子，补一补妆没有问题。好的，好，现在先启动挂挡，看一看后面，打，先往前来一点，打。左右看一看，没有问题。倒一把进，挂档，拉手刹，再照一下，没问题。以上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顺利进入舞社离不开陪我练舞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当当当当，这个是 Arena，Arena 是我们街舞上国际上一个非常知名的比赛，然后我在 Arena 上得了一次最佳编舞的提名，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有荣耀，非常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的入社 flag。 我的 flag 是我希望入社之后能够拿一次第一名，希望大家一起监督我能不能做到呢，我们一起拉个勾。我是杨亚杰，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一次选择，希望今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叶思米娜，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面试。以下是我的才艺展示，请学长学姐们指教。以上是我的才艺展示，顺利进入舞社呢，少不了朋友们的陪伴，他们见证了我的荣耀和成长。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我的一位朋友，他是我第一次上舞台跳舞时候的照片，大概是在我7岁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社区的汇报演出，但是他让我和我的妈妈看到了我身上的可能性，所以呢，他是我舞蹈生涯的起点，也是我终身难忘的时刻。接下来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的入社 flag， 在舞社的学习期间呢，我要让自己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希望学长学姐们可以一起做一个见证。来，拉钩，盖章。我是叶思米娜，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希望可以和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大家好，我是哈娜优叶，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优秀的招新面试，以下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请学长学姐们指教。以下是我的入社才艺展示，顺利进入舞社，离不开陪我练舞的朋友们，他们见证了我的汗水和荣耀。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朋友，这个鞋子是我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朋友，在日本开始跳街舞，这个鞋子一起走路来到中国。接下来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入社 flag， 我会感动努力跳舞，然后学习中文也我想努力拉弓盖个章。我是哈娜优叶，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希望今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尤淼，很高兴通过了了不起舞社的招新面试，以下是我的才艺展示，请学长学姐们指教。十年之后再相逢，时代年岁更动，但愿追梦的沉重是万有引力之虹。以上是我的才艺展示，顺利进入舞社离不开陪伴我练舞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朋友，噔噔噔，就是他。虽然站完之后还是需要很长的休息时间，但是我还是选择了把它坚持下去，因为我比较相信我的朋友，他可以带给我力量。接下来我要立一个了不起舞社的入社 flag， 我希望可以跟我喜欢的主理人有一次合作舞台，希望可以在录制完这个节目之后，自己身上可以有一点舞者的影子吧，因为本人是偏 vocal 向的，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在这个节目中得到提升的。 Let's go， 盖章。我是尤淼，成为舞者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希望今后可以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成为了不起的舞者，拜拜。